谢谢各位热烈的掌声。接下来我们要表演的曲目是《一切都为了你》，这是一首旋律优美又抒情的菲律宾情歌，由20世纪菲律宾重要的作曲家巴拉德使用菲律宾方言于1938年创作完成。由于旋律优美，朗朗上口，在各地广为传唱，因此成为菲律宾重要的代表性歌曲之一。今晚我们以中文演唱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